松开三爪夹头，调换弓箭物方向，将弓箭已完成之部分放入三爪夹头内，以及固定弓箭，以弓箭不晃动且不压伤其表面为准。更换车刀为圆弧车刀，并使刀面与弓箭中心对齐。启动机具，利用护士刀座上之镜像与纵向滑座相互配合静止，进行圆弧切削。切削时，纵向进刀，横向退刀，以达成机首完成弧度之形状。将刀架退置出适当位置，利用锉刀或纱布整修机首弧度部分，使弧度部分达到所需光亮顺滑之要求。使用锉刀或纱布整修时，必须以一手握紧刀柄或纱布，另外一手握紧锉刀或纱布之另一端，并以握住纱布或锉刀之一端之手背为支撑点，抵住刀架上方，并避免太靠近车窗夹头以维持安全，小心缓慢移动锉刀或纱布，精修机首弧度。
旋转尾座旋转轮将火顶芯卸除，装上砖头夹头及中心砖。移动尾座，使其与弓箭保持适当之距离。启动车床后，旋转尾座之摇轮，使中心砖头缓慢钻入弓箭，直至中心砖头刀刃斜度进入弓箭约三分之二处为止，退出中心砖刀具，再停止机具运转，将尾座移回机床尾端，并更换砖头夹头，装上火顶芯。松开弓箭，并将弓箭往前拉，考量车销机体尺寸所需之长度，再夹紧弓箭，将尾座移至与弓箭保持适当距离，旋转尾座旋转轮，使顶芯前进至顶紧弓箭末端平面中心凹陷处，再将尾座旁之位置固定杆将尾座锁紧固定，避免切削时尾座松弛，以确保切削时之弓箭稳定度。启动机具进行外径粗切削动作，并预留切削尺寸约 0.2 至 0.5mm， 以便进行精切削工作，直至弓箭直径与长度达到弓箭要求之尺寸为止。请注意，切削时应注意操作之平稳度，以避免进行间之停顿，以确保弓箭表面粗糙度及刀痕之产生。切削时若有切屑缠住弓箭或妨碍切削进行的状况，应停机再处理，再进行下一个动作。Thank you.
利用西行夹具将夹持弓箭之虎钳固定于砖床之桩台上。将弓箭固定于虎钳上，依切削材料与切削道具选择切削转速，并检查弓箭是否夹紧，及确认不必要之工具扳手是否移开，以防止当启动机器时发生公安意外。将砖头安装于砖床夹头内，调整悬背砖床，使其对准预加工之砖孔位置。启动开关，使机具开始运转。一手操作机床侧边之进刀杆，另一手压紧弓箭，以增加弓箭在加工时之稳定度。缓慢进起，当钻至所需深度时，再将进刀杆往上缓慢抬起，使机具停止运转。切削时严禁戴手套加工，以避免公安意外。在加工沉头柱坑时，必须先钻直径掰 1.5mm 之孔径，再更换直径掰 9.5mm 之砖头，加工较大直径之孔径。启动开关，使机具开始运转。一手操作机床侧边之进刀杆，另一手压紧弓箭，以增加弓箭在加工时之稳定度。缓慢进起，当钻至所需深度时，再将进刀杆往上缓慢抬起，使机具停止运转。切削时严禁戴手套加工，以避免公安意外。
利用高度规旁之摇轮，将高度规划线刀口缓慢降低，使高度规划线刀口与平面座式台面缓接触，以避免高度规底座被撑起造成失震现象。将高度规至百分百，好，讲错了。利用高度规旁之摇轮，将高度规划线刀口缓慢降低，使高度规划线刀口与平面座式台面缓接触，以避免高度规底座被撑起造成失震现象。将高度规至百分表旋转归零，即按下归零数字钮，使高度规归零。将高度规归零，再利用其侧边之摇轮调整高度规划线刀口到空间图示所需要之尺寸，利用高度规尖端将机翼外形尺寸在铝板上刻画出来。
利用中心冲将所需钻孔位置定出，